信文峰，你可真够歹毒的！<笑>无毒不丈夫，别动。 这回我终于找到你了，看你还能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不过你能让我转过身来吗？我就是死也得死个明白。什么意思？我得知道杀我的人长什么模样。那你就转过来吧。 看清楚了吗？当然看清楚了，而且看得非常清楚。秦文峰，既然你不想救助人质，那我留下来做你人质，你可以放一些人下船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赶紧放人吧。 三哥，放些人质出来。知道了。 三哥，把门打开。你，还有你，你们几个给我出来！ 等等，你要把他们带哪去啊？让开！你算老几？我知道我不算老几，可我是随船医生，我有权知道我的病人去哪儿。这和你无关，非得让我开一枪。走，你才能懂点事儿是吧？哼！等等。 什么事？我要取些东西，取什么东西？我的药箱，你不是有一个药箱吗？这个摔坏了，不能用了。我也是刚想起来的。在哪儿？就在那边的小屋里。去哪儿？快点！ 这是抗病毒血清，快给他们注射。出来，快点！好了，你们走吧。走，走。三哥，把他捆起来吧。
你也有今天呢，啊！你不是很能吗？啊！我倒要看看，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！ 霍延君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的两个哥哥可都是死在你的手里。哎呀，老板，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本以为是无药可救了，谁想到天助我也！太好了，告诉你，大难不死。 必有后福，是。哎，跟警方交涉的怎么样了？他们答应给汽艇了，马上就到。好，我到甲板上去运动运动，看一看。哎，好的，你到那边看着。好，您放心。 小子消失了，半天没找到，药道都封上了吗？封上了。好，只要汽艇搞到手，其他什么事都无所谓。你的事办完了吗？还有一处，装完了就熄火。好，要抓紧时间干，情况随时有变，我们绝不能够被动。好的，去吧。嗯， 谢老板，真是足智多谋啊！哪里哪里，这叫诡计多端。要是有人想跟我玩什么花样，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。<笑>老爷子，您放心，有谢老板在，警察就玩不了什么花样。 人质的情况怎么样？爸，我只给轮机组人员打了针，人质太多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吧。好，够果断，啊！<笑>也省了人质闹事。对，金永福，听着，我们给你汽艇，但你必须释放人质。<笑>释放人质。 几个我可以考虑考虑，如果都放给你们了，我拿什么做保障啊？我们是来给你合作的。放了人质，你马上能够得到汽艇。我不会跟你们玩过家家的，要释放人质，我就一块都给你们。那好，先让人质下船。别急呀、啊，听我说完。你听清楚了，等我们的人都上了汽艇，我们连游轮都还给你们。 何况那些人质，这边，快，进去，快点！
他们认为咱们活不成了，所以怕跟咱们接触。来，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肯定把咱们锁起来了。啊，那个重要的警官说，让咱们装作就像没有被治过一样。可现在，哎，小心。都别出声，快回原地。真的不管他们了，哼，带这么多人质太累赘。谢老板的意思是少带人质，然后弃船。他要带着那个警察吗？鬼知道呢，只要咱们能安全，他爱带谁带谁。走。三哥，你是不是现在就想把那个警察给做了？老东，我每时每刻都想把那个警察杀了，替我两个哥哥报仇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谢先生不是要拿他做人质吗？我们还是等等看吧。人质谁当都可以。说实话，这次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我们这次可能跑不掉了。如果我的预感是真的，我希望自己在临死之前替三哥把仇报了。兄弟，这些年我没看错你，谢谢。不过这事儿由你去干，不要得罪谢先生。大胆！三哥，你叫我。大哥，啊，哎，哥们儿，谢老板找你们有点事儿，这里呢，我来看着。啊，真的？哎，真的，去吧。嗯，走。警察同志，咱们换个地方。去哪儿？三哥有点忙，所以叫我来送你一程。咱们就下辈子再见。谢文峰。知道吧？是，一定要小心。董事长，你找我？谁让你上来的？不是让你们看好人质吗？是他的手下说您找我。哎，谢老，我可没说，你们看错人了吧？不是说好了吗？霍家的人质交给我们处理，大家都安全。将来交给你，你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谢老，可是我跟姓霍的势不两立。哎呀，等咱们都安全了，就交给你，对吧？你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好吧，赶紧回去，把他们都看好，要是出了事儿，
我会要求他们释放所有人质，但是我想他们不会轻易答应的。你想怎么做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，尽管说。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：要特警队员登船，只要我们的人暂时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5分钟以后，特警队员就能够上船。等汽艇离开以后，我们就在后甲板接应。好的，柳生，这次任务的成败就看你们了。 兄弟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等夜明珠到手，咱俩一人一半，少跟那帮人扯。哎，不是，是我呀！你看清楚了再打。我就是看清楚了是你才打的。为什么呀？你还问我为什么？你把我骗走了，就是想把那个姓霍的给放了。我不打你打谁呀？大胆。 检查过了，安全。老板底舱也检查过了，没事儿。快走！还有人吗？没有了。二凤，你带着人去毛脸舱，那里有人接应。那你呢？我去叫机组人员，别说了，马上行动。 疯了吧！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？谁跟他是自己人？他把我看的人给放了，还说什么自己人？他放谁了？霍彦军！放屁！我是去杀他的，就是没杀成而已。